一是疫苗接种，疫苗是降低感染传播的风险，传播风险保障赛事安全举办的关键的手段。除个别运动员、随队官员可医学豁免外，其他所有的涉奥人员需要在来华前至少14天前完成全程的疫苗接种，才可以免除集中隔离，进入闭环管理。鉴于当前全球疫情形势的复杂性，我们特别建议所有的涉奥人员能够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。